行者到这边来。大酋长，神灵说我已经去日无多，没有人能摆脱死亡，但部落长存。我从没相信过你，我也没想到过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拯救我们的人竟然是你。我灵降下了旨意，一个预兆，他们呢喃着一个名字，许多人可能会不理解，但你必须站到台前，领导部落，你必须成为大酋长。罗君死了，你们有谁愿意帮我为他复仇？